各位媒体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东宇哲，我是小东，我是阿哲。两位好像目前都是单身的状态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我们来台湾 long stay 了一年多，那其实有时候还蛮羡慕的，因为看到一些男生啊骑机车的时候啊，就载着女生啊，然后搂着腰的时候，对，搂着腰，然后我们去看戏的时候啊，看电影的时候，就看到男生牵女生的手一起吃爆米花还是什么，就觉得哇，好甜蜜哦。然后因为我们来 long stay 一年多，都是一直在上课，一直在进修，对，公司就比较没有时间可以出去这样。对台湾女生的印象，那其实真的很美。哦，可是呢，我也觉得有点害羞。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马路上，然后我遇到一位姐姐吧，对，那其实还蛮漂亮。姐姐，对，然后那个，哎呦，我可以看得出来她喜欢的类型的女生了。然后那个时候真的很害羞，她就问我那个一家百货公司要怎么走。可是呢，我就真的太害羞了，我告诉她我不知道，然后赶快骑脚踏车赶快走。是，所以她就愣住了。就明明就有机会让你出击的，结果因为你太害羞了，就错失良机了。之后就跟他们分享，他们说太可惜了啦。自己喜欢的女生类型哦，像是其实来到台湾看到有很多台湾的女艺人啊，都很喜欢，因为像是小东很喜欢 Hebe， 对，然后非常的有气质，而且才艺走向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也很喜欢杨丞琳啊，还有曾凯旋，很多很多。哇，东城卫，东宇哲。腼腆了，我看得到他们，我自己都那种心花怒放的感觉，尤其他们的笑容是必杀绝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今天巧巧也带来了水蜜桃。今天其实最重要的是带来水蜜桃，也是祝你们那个桃花可以朵朵开，然后可以找到另外一半。倒数30秒，请开始，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，不愧是年轻。哎呦，感觉还蛮不赖的哦。没有考到他们的感觉耶。我觉得做起来脸不红气不喘 ，OK 了吗？对啊。来，我们请两位起立。现在的这个心跳指数应该有恋爱的感觉了吧？非常的快。